gentlemen，欢迎搭乘九八航空，包罗万象的世界，这里应有尽有。机长郑立文将带您从台湾飞向全世界。欢迎收听《世界一把抓》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欢迎收听今天早上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郑立文，又来到了我们每隔周四早上九点到十点，跟大家一起读《金刚经》。 在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禅学老师、资深媒体人陈晴富老师，晴富早。呃，立文早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。好，我们的那个《金刚经》呢，呃，有曾经在节目里头跟大家讲过，总共呢分为三十二分哦，那么我们已经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头呢讲完十六了，等于是说。 一半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呢，节目结束之前已经进入了第十七分，它的主题叫做“究竟无我分”。那么上一次我记得秦富老师有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呢，后半部进入呃《金刚经》的后半部的时候呢，其实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，是不是？对。 因为这个一般哈，我们在解说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呢，它刚好从十六分以前算是上卷，啊，十七卷十七分以下呢算是下卷，啊，那上下卷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根据这个，就是印顺长老啊，他是根据《大智度论》的这个理论呢来，他把它分成前面十六分，它是一个叫做波若道，啊，那十七分以后呢是方便道。 那般若道呢，oh. 就是我们讲这个呃，通常我们讲这个菩提分呢、啊，嗯、就是说有大概有五种菩提嘛哈，嗯、包括我们过去有讲到，就是第一个是发心菩提哈，嗯、就是我们从实信实住实回向的修行呢，就是从发心开始，一直到三贤位的福心菩提，然后到初地到七地是明心菩提，这里呢到明心菩提以前叫做般若道。 啊，到了八地菩菩萨以上，就是初到菩提，一直到就近菩提，这里是八地到十地以上啊，就是我们讲方便道啊，所以方便道是从八地菩萨以上起修的，哦，所以它也是非常深的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基本上是十地菩萨修行的方法，哇，啊。 所以这个不容易八地以上不是都成佛了吗？对，八地以上是很、哦、是很深的一个修行啊，很很大菩萨了。对，哦、这个是呃应顺长老大致分成上卷下卷的一个概分法啊。哦、另外还有一个通理禅师呢，他把它分成这个就是四部分哈、啊。嗯、第一个就是他从信解行证这四部分来分。嗯、啊，第一分到第八分呢，就是让我们升起信心啊，嗯、对于佛法，对于《金刚经》升起。 信心啊！嗯、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九分到十六分，就是开解，让我们去了解，就是怎么样降服其心，怎么样安住真心的方法，这是开解的部分。嗯、从十七分开始呢，就是起修，啊，嗯、就是开始修行的性解行嘛，哈、啊。第三部分就是行，嗯、就是起修，起修就是从十七分到二十四分，嗯、第二十五分到三十二分就是正果。 啊，就是城镇了。哦、所以它是信解行政四大部分，然后、哦、也是四个阶段、<好>四个步骤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哦、那基本上十七分这里呢，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，就是开始起修的阶段。 哦，所以说，其实在这整个的结构上面来讲，嗯、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，呃，循序渐进，然后越来越来越这个这个级数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<对>、哦、阶段，对对对然后进入一个更深的阶段，更进一步的一个阶段。<是>所以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第十七分《金刚经》的“究竟无我分”啊。经文是这样写的：“尔时啊、哦，那个时候，须菩提又继续的，须菩提薄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嗯”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那佛告须菩提，佛回答说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。应该生以下哦，这样子的一个心，什么样的心呢？就是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矣。 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，哦，什么意思？请请傅老师解释。好，他这里呢，须菩提又开始问了哈，嗯、他这里问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，跟第二分就是善现其情一样。嗯 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前面善现提请在第二分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嗯、那第二分哈、啊，就是说刚开始进入出地菩萨的人要怎么发心？ 啊、哦，要怎么样降服其心？嗯，那最重要发的呢，就是说这个我们讲世俗菩提心啊、哦，那这里发的呢是圣意菩提心啊，所以从这个第十七分以下呢发的是圣意菩提心啊、哦哦。这两个菩提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嗯、这个菩提心呢，就是说你已经了解这个空性啊、哦，你已经。 呃，就是体会到前面讲信解嘛，哈，就是已经开解了这个降伏其心、嗯、安住真心的道理。所以这里在发心的话呢，他发的是从呃这个毕竟空中啊发起一种无缘大悲的心，要来度众生、嗯、啊。所以这个圣意菩提心的发心是不一样的哈。啊嗯、我们常常讲这个。 在佛法里面有一个讲法，就是说学道容易入道难啊，入道容易守道难，嗯，守道容易悟道难，悟道容易发心难，所以发心是最难的哦、呃，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从悟道以后再发心的啊，所以这个发心呢就是发圣意菩提心啊，那你看佛陀怎么解释？他说，呃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 当生如是心，要生怎么样的心？就是我应灭度一切众生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要灭度一切众生啊，这是全面发的愿嘛，哈、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灭度一切众生 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啊，这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就是说空众生相，灭度一切众生，嗯、就是你把众生都已经空相啊。嗯、接着呢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，这是空我们内心的相，就是说我没有度众生啊，就是外面的众生并没有，他们是空相的，所以我没有度他们。嗯、接着我内心也没有度众生的这个相，嗯、所以这是发生意菩提心不一样的地方。嗯嗯 好，那么经文就继续有想。然后何以故啊、呃？就是佛陀等于是继续解释了哈，怎么说呢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者和须菩提，十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好，到这边其实呃，这个经文到这边呢，请老师继续解释。对他这个跟第二分呢啊。呃 答案是一样，就是呃，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向人相、向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向则非菩萨。哈，前面我们也提过，就是这个要这个空四相哈，空了外面的四相，还要空内心的四见啊，所以这不一样。那他后面加了这一句：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就是没有一个发心的这个法。 啊，就是完全破除你的法执，啊，包括你已经发了圣意菩提心，但是你不能够有发心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嗯，啊，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这个见解在里面，就是表示你已经彻底悟见了空性之后，然后能够呃回到这个来度众生的这个知见上，啊，所以它是从一种性空之后缘起而发起的一种圣意菩提心。 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进入了第十七分，又进入了《金刚经》后半段的时候，是又进阶了另外一个新的境界跟阶段哦，更更。 更高的境界跟阶段，所以虽然在《金刚经》一开始的时候，刚呃陈清富老师也讲了，在第二分的时候，诶、欸，怎么好像有问过同样一个问题啊？哦，就说发心啊，云和因住啊，云和降服其心？而到十七分的时候又重问一次呢？因为这个时候的阶段跟境界是不一样的，如同刚刚老师所说的，这时候是进入了一个胜义地的，是一个已经对空相有所呃。 了解的时候呢，那你要进入这个新的阶段，去发这样的一个菩提心，要灭度众生。可是你又不能够有众生相，也不能够心中有一个法值，说哦，我我度了众生这样子哈。对，好，所以说这是第十七分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喽。那么，呃，佛陀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后呢，佛陀又继续说了哈。同样这一分呢、哦，他说：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。”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那么须菩呃须菩提回答佛陀说：“否也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，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嗯，对，因为前面讲说，既然没有菩提这个菩提心可发，也没有菩提法可得，嗯、那你在燃灯佛。 这个前面呢，你是不是有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呢？嗯、啊，所以人就难免会这样提问嘛，啊，嗯、你既然说没有法，又没有菩提心可发，嗯、那你到底你在燃灯佛所得到的法是什么法呢？嗯、啊，那呃，那个佛陀就就提这样的问题，嗯、那须菩提就他的了解呢，嗯、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所以佛于燃灯佛所。 无有法啊，就是没有一个法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没有一个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，无上正等正觉最高境界的这种修成佛的法，<对>哦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。嗯，所以佛就继续说了，佛言如是，就听了须菩提的回答之后呢，佛言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。嗯 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。哦、嗯，对，他说呢，就是没有一个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哈，嗯、因为在就竟上都是空性嘛哈，<是>无法可得。 啊，他才是真正的得了哈，啊嗯、也就是说去掉法值，他才可能获得这个呃燃灯佛的受记啊。哦、如果你还有执着的话，他不会给你受记啊。所以他、哦、他就是因为完全体证了这个空性的意义哈，啊哦、所以呃这个燃灯佛呢，就是如果说有法可得，他就不会跟他受记。受记什么呢？以下经文继续讲。嗯 哦，就刚刚佛陀就说了：“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受记什么呢？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摩尼。”一是，然后呢，这是这句话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经文继续说：“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，做誓言，就是呃，这个燃灯佛呢，跟这个释迦摩尼佛呢这样讲：汝于来世。” 当得作佛号释迦摩尼，何以故？如来者即诸法如意。所以我想先请教那个呃秦父老师哦，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佛经哦，嗯、<laughs> 那么呃是佛经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，还是说就是特别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有讲到说佛陀在燃灯佛前被受记为释迦摩尼佛的这件事？ 嗯，主要还是在金《金刚经》这里，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哈、啊。哦、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，就是呃，嗯、呃，释迦摩尼佛呢，他以前在过去是修行的时候啊，是一个、嗯、一个童子，他因为善法布地啊，嗯、还有买这个莲花供佛，嗯、所以佛陀呢看他非常有善根，素士修行，所以说汝于来世当得做佛哈、啊。那时候就给他授记。 就这样告诉他了。嗯啊、哦，事实上呢，其实那时候的呃呃，就是释迦牟尼呢，已经修到就是他知道这个诸法空相的道理，所以当时呢、哦、就给他受了这个记。所以燃灯佛才会给他受记，说你以后会成佛。样。对对，对哦、而且你的佛号他都已经给他佛号就叫做释迦牟尼。摩尼哦、对对对，哦，好像释迦牟尼是释迦是这个。 太阳的意思是不是？嗯，释迦是他们当时在印度的一个姓，对，释、啊、迦种姓，嗯、他们一个家族的姓。嗯，啊、嗯对我们翻译成能人呐、啊，嗯、哈，就释迦摩尼就是一个。哦啊 呃，就是能够行人道的一个人者，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说法叫做能人。哦，对哦，好，<对>所以呢，就在这边第十七分的时候讲到，就是说呢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在他在还没有成为释迦牟尼佛之前，燃灯佛要受记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啊，他就没有执着于他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样的一个法，所以呢。 呃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秦福老师，为什么他最后一句讲说“如来者即诸法如意”？对，诸法如意哈，这个呢“如”的意思呢，我们常常讲这个“如”哈，它第一个就是平等空性哈，一切法无二无别，就是这个样子叫如“如”嘛哈，我们讲“如如不动”哦。 啊，okay, 如此如此，嗯、也就是不饿还有不动的意思哈、啊。嗯、那譬如说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常常在这个世间上啊，看到有一些唐宋时代的一些禅师啊，嗯、他讲说这个。 呃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啊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这就是诸法如意的意思。嗯、就说你即使看到这个黄花啦，嗯、看到青青翠竹啦，它其实就是般若跟法身的一种展现、嗯、啊。像苏东坡也讲过，就是牺牲尽是广长蛇。啊，这个呃，山 <coughs> 色无非清净身啊，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诸法如意的观念。 嗯，对，好，义是义理的义哈，义好，诸法如义义。好，接下来呢就继续讲了哈，经文继续讲。若有人言，如果有人说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佛得阿耨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世中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。 皆是佛法，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哦、对，这里讲就是说，嗯，须菩提实无有法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没有一个法啊，佛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于这个诸法呢，要有一个了解，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，不是得到了什么，而是它本来就如此。 啊，我们讲本呃，一切都具足嘛。然后，如果你真的证悟的话呢，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法身，也都是波若啊。嗯、所以呃，须菩提，如来所得安诺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于世中无实无虚。哈、啊，我们上次讲就是，呃，这个在佛法里面所说的无实，就是说一切。 书法本来没有自信，它是空性的，所以叫做无实啊。但是呢，又怕你落入这个空无虚无的境界，所以告诉你，无虚就是缘起。 啊，所有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讲性空不爱缘起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因缘而起哈。啊、嗯嗯像现在呃，这个物理学家研究这个宇宙的形成，他一直找找找找到这个最小的物质，但是还没有办法理解到空性啊。嗯嗯那他们现在找到一个叫做上帝粒子啊，认为这个上帝粒子呢，就是已经是最小粒子，已经构成三千大世界的基本啊。嗯、但是呢。 他还没完完全了解到这所有无实的境界，但是这个无虚呢，就是说，呃，我们一切的这个宇宙的万象，其实就是从我们心的意念变现出来的东西哈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也不是虚无的。嗯。好，所以就这个就是中道的意思。所以佛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个中道义哈，就是说，虽然是诸法的本质是空性的，嗯，但是呢，不碍于所有缘起的万象。 就说我们世间的一切啊，你也不能认为它是虚无的，它还是有用的。嗯、所以于中无实无虚、嗯、是这个意思。它、啊、还是有音乐，因为因缘而起，有然后有起就有灭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不要执着，它是有存在的，但是它其实其实是空的啊、哦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最后呢？所以他就再度的结论说：事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 但是一切法又非一切法，故名一切法。对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啊。嗯、但是就是说，你不要以为实有一切法啊，嗯、因为在毕竟空中呢，这个一切法没有自信，所以它非一切法啊、嗯咳咳。所以一切法就非一切法。所以这跟前面讲讲的一样了啊，嗯、就是说在名相上啊，它是有一切法，嗯、但是在实质上它没有一切法啊。嗯 所以在世间法呢，我们就会认为说有这一切法不碍于它的缘缘起，嗯，对，这就是三段论，嗯嗯，嗯所以说在这边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你要成为佛了，对不对？燃灯佛是因为这样子才受记他释迦摩尼佛的，所以你要成佛的时候呢，我们说成佛就是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。 呃，无无上的正等正觉这件事，可是他并没有说哦，有一个法，你照着这个法走，你就得到无上正的三三三,三多三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然后你永远持的这个法不是这样子的哈，其实是一法，也是一切法，也是等于没有法啊。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不可以法执，然后要这个悟到空性啊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。然后呢，十七分再继续讲哈。须菩提，譬如啊，这时候佛陀就举例了啊，人生。 念长大吗？还是长大,长大好？大人生长大好。须 <coughs> 菩提言：“须菩提就说，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生，是名大生。」然后这个这个佛陀就说，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哦，对。那咳咳这个呢，我们讲这个前面也有讲到了哈，人生长大，就是说你这个一般菩萨呢，他获得法身呢，哈，就能够有一些的变化嘛，哈，嗯，那。 正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正得法身啊。嗯、<哼>所以呃，这个呢，正得法身其实就是这个呃，也就是属于明心菩提了、啊、哈、啊，才会能够正得法身。所以他这里是不是说我们一般人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这是大菩萨，他才会有长大的人生。对对对，<樣>才会有、哦、他,他才会有这种大身，就对了，才会有大身、哦、对。 <noise> 那他说，如来所说的常大人生呢，是通达法性毕竟空，嗯、然后从这个圆幻而成的哈、啊，就是说他没有没有真实性了、啊，所以说非大生了、啊、哈、嗯<哼>啊。那对于这个一般人来说呢，他还是有一个大生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实性，嗯，啊，嗯、<哼>所以。 这也是一个三段论哈，所以如来说人生常大，则非大生哈，是名大生这个意思。嗯，所以这个经文又继续讲说，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，菩萨也是如此。若做誓言，如果你这样讲啊，如果你讲了下面这句话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，你就不叫菩萨了哦，什么意思？ 对，所以这个菩萨不要有这个灭众，呃，就是说灭度众生，对，度众生的相啊，哦哦、在我们一开始讲的发心的时候就告诉你不要有这个相啊、哦哦。那在这里，圣意菩提心更是不能有这个相，对，嗯、如果有这个相就不是菩萨。哦，所以呃呃，这个佛陀才会继续说：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，佛说什么呢？一切法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。 无受者，所以这都是刚刚我们都已有讲过的哈，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菩呃佛陀呢又再度的讲一次，然后佛陀最后就说：，须菩提，若菩萨做誓言，如果菩萨这么讲，说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明菩萨，这也不行啊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。 真是菩萨。好，这是到了第十七分了。那么我们要休息一下，进一段广告之后呢，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，要继续请陈琴富老师来跟我们解说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并且我们十七分结束之后就要进入第十八分了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好，我是郑丽文，回到我们节目现场，每周每隔周的礼拜四上午九点到十点，跟大家一起读《金刚经》，请到现场禅学老师陈勤富老师继续讲到《金刚经》后半段的第一个，就是第十七分进入了一个呃佛的阶段了哈。那么后面呃呃十七分的这个结尾啊，请这个老师跟我们说明。好，呃。 刚才都是讲到这个菩萨的一个事业哈，嗯、菩萨第一个他会成就法身，所以他有这个人生长大哈，这是成就法身、哦，就是要到菩萨才会有，对，要到大菩萨、哦就是、才会有大身长大，对对对，到八地菩萨哈。哦、第二个就是说他成成熟众生，也就是度众生哈，嗯、但是你不要有灭度众生的这个想法，哦、<哈>因为。 菩萨才有办法灭度众生，对对可是你不能够有这个法治对,对，哦、所以他现在讲的是菩萨事业：，第一个成就法身，嗯、第二个成熟众生，<是>第三个是庄严佛土。对对庄严佛就是说你在菩萨到了一个境界之后，他会因为他自己的愿力啊，嗯、他自己的愿力会成就一方佛土、嗯、啊。哦，所以才会有什么西方、东方。 南方是,是极乐世界、<对>净土之类的，这是他们属于他们这个佛的庄严佛土，这样对对对对对。哦、就像呃，我们世间也是啊，如果说一个部落里面呢，嗯、啊有一个酋长，他如果说这个能力很强了，然后被大家共推了，他就成为一个国土嘛，哈、啊，成为一个部落主。哦、那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嘛，哈、啊。嗯、那至于在这个佛菩萨的境界里面呢，他们也是因为自己的愿力，嗯、然后有很多他度了众生之后，嗯、就会成就他的一方净土。 哦、啊、所以这个他会有庄严佛土，<是>那但是呢，你不能够，他说菩萨呢，他不能够有一个就是有庄严佛土的这个想法、嗯、啊。他说我当庄严佛土。 是不明菩萨啊，所以不可以做这个想。嗯、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所以在毕竟上，你要了解它是空性的、嗯、啊，所以你不要有这个想法。所以，须菩提，嗯、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啊，就真正的菩萨，他就是通达无我法。啊，要对于无我这个这个还有。 <coughs> 第一个我我执是完全要去除的，对。第二个是法执要完全去除的，是。所以无我还有无法、嗯、这两个才叫做真的菩萨。哦，嗯、好。所以短短的这一段里头，其实讲到了菩萨、嗯、成就菩萨的几个成就菩萨之后，你会有几个条件哈、嗯哦？是我们还没有修到菩萨是没有的哈、哦。可是呢，又你又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，那才是一个菩萨的境界。那我们就进入第十八分喽。 好，进入第十八分是叫做一体同观分。下下面一组，一体同观就是说，其实哈、啊，就是在就近上呢啊，其实是一样的了哈。但是在我们一般人跟菩萨、跟圆觉哈、啊，就是说他们所眼睛所见的境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在就近上，佛所见的境界都是一样的。 哦，所以是一体同观，同观对对对、哦，好。所以这边就讲到哦，很多的又肉眼，又天眼，又慧眼，又法眼哦。须<对>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佛？啊，须菩提就回答说：如是，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哦，<对>肉眼就是我们一般人的，我们一般人的眼哈。啊啊、对于凡夫来讲呢，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哈，就是在六道众生里面的世间人哈、嗯哦，他的眼根就是肉眼。 嗯，对，好，那么就继续讲了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天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天眼，那天眼又是什么呢？天眼就是讲我们讲天界的了哈，就是讲天人哦，<对>神仙的眼睛。对对对，他们的眼睛呢，对于比较细的东西呢，嗯、就是可以了了看见。我们人是不行的，嗯，肉眼看不到，就是、肉眼看不到的哈。像有到。天眼，有些我们常常讲，这个人有天眼通啊，他可能可以看到我们。哦 千里眼看不到的远、哦、处，什么来世今生之类的。对对对对，哦、这些叫天眼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又继续讲，有肉眼，有天眼嘛。哈，对。然后呢，徐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，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那慧眼又是什么？我们说慧眼是英雄，慧眼是什么？慧眼当然就是属于，它是属于心法了哈，就是说能够通达诸法无我。哦 好、啊，他就是能够了解空性的这个这个心眼，就叫做慧眼，嗯、有智慧的眼睛了。所以等于是要修到声文，就是等于是要修到身、哦、文，就是二圣的行者、哦、才能够有慧眼、啊。对，有慧眼。所以他其实这也是有阶段性的哦，有层次的。肉眼，然后天眼，天眼然后才是慧眼。慧眼对，哦，然后继续又说，法<眼>一样的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如？如如是，呃，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 对，法眼就是现在讲菩萨的菩萨啊，菩萨具有法眼。啊、第一个，它不但具有这个身闻众能够通达空性之外，它还能够从空出假，嗯、知道这个一切如幻的缘起，它还是有一些作用的，所以它能够从空性之中再回到假里面。嗯嗯 假假真假，假,假中真假的假，对真假的假。<好好 S 1> 嗯、然后呢？好，刚讲到了哈，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嗯、到法眼就是菩萨的境界了。嗯、那接下来就是佛的境界喽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佛眼。 对这个佛眼呢，也只有佛才有了哈，菩萨还不一定有。哦、我们在在法华经有讲，为<是>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，嗯、所以只有佛的眼睛才能够看到就近的实相。嗯，对，这个是更高一层的了。好、哦，好。嗯、那么接下来呢，就继续了哈。须、哦、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说是沙。须以呃，须菩提于，于意云何？ 如意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，佛世界如是宁可多佛？那甚多世尊，这已经有点像绕口令了。对对对 <laughs> 来，请尊、嗯、那秦福老师跟我们说一下。这前面我们也有讲到了哈、啊，恒河恒河里面的沙子很多嘛。嗯、哦，那。 那像恒河沙里面的这么多的恒河啊，嗯、那又像恒河沙所有沙树里面的这个佛世界多不多哈、啊？嗯嗯、其实我们讲，其实讲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哈、啊，其实已经够大了，嗯、因为一个大千世界都等于十几亿个银河系。 <哇>对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、就是、几乎是个宇宙的对，无量无边的宇宙了、哦、啊，就是呃，等于是这么多，哦、对，所以很多了。他又用同样的形容来形容佛的世界，哦、对，对哦，那所以佛的世界也有这么多就对了。对,对 OK，好，甚多师尊，很多很多师尊，好。那佛告须菩提，继续讲：而所国土中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什么意思？ 就是呃，在这些国国土哈、啊，就这么多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国土里面的所有众生哈，这些众、okay. 生当然不包括不不只是我们人类了哈、啊，还有其他的呃其他星球的啦，其他十法界的众生哈、啊，如来悉知，如来通通知道他们的心。 哦，所以若干种心，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众生，他们的心都不一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,对,对,对，他们的心思都不一样哦。哦，所以若干种心就是有跟这么多众生一样这么多的心。对,、哦、对那如来都知道。对，所以这是佛也？哦,哦，所以何以故？嗯、就为什么如来都知道呢？呃，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嗯，对，这就是嗯、呃，我们讲这个心了哈。哦、其实心呢，在我们一般。 呃，在佛法上有讲心意识了哈，心呢就是讲第八意识哈，意呢就是讲第七意识，是，就是讲第六意识，所以心意识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一般是六七八。六七八意识对。前面五个就是我们的五五个知觉嘛。对对对对。哦、然后心意识哈，所以有时候那个禅宗常常讲，嗯、你要离心意识参，就是你不要用第六意识去想的。 第六意识呢，还是一个烦恼执着的意识，那不是你就近的心，所以你看不到就近的心，所以你要去参的话，不能够去想。所以等一下，我们有八式，对，前面五个就是我们五官产生的，眼、耳、鼻、鼻、舌、身，哦，然后第六是意，对，哦，第七是四，呃，第第六是四，第六是四啊，对，第六是四，简意思。啊，第七呢是意，才是意，意就是我们的我执事。 啊，嗯，对，就是我们第七世讲莫那世、啊、哈，莫那世，对对对，啊，第八第八世就是阿赖阿赖耶世是，就是我们就近的心，新的世，对对，就是佛家讲的这个心呢，其实就是讲第八意识哈，哦、就是它本来是清净的，周遍沙界的。 啊、哦，它是空性的，哦、所以它能够升起种种的像。哦、包括我们今生成为人，可能下一次成为天人，在、哦、下一次成为畜生，嗯、是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从空性，随你的业力而变现出种种的像。就像我们可以做梦一样，你梦境里面可以千百种，这个梦是哪里来？就从我们第八意识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哦，对。 好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第十八分里头讲说，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？还有最后一句话说，呃呃，须菩提，过去心，我们常常听这句话，<对>有没有？过去心不可得，<对>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是说，呃，过去的心啊，就是你前面一个念头的心思呢，已经过去了，嗯、你抓也抓不到，所以过去心不可得。嗯啊。嗯 未来心不可得，就还没有还没有产生的事情，那个、嗯、那你也抓不到。嗯，那现在心呢，在这一秒你讲是现在，在一刹那之间又变成过去。对啊，所以你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我们讲这个，常常有讲说“三季求心，心不有”啊，“三季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哦啊，所以“三季求心，心不有”，望缘无处及菩提啊，就是说你这个望缘呢。 没有地方去安置了，就是无助，没有地方执着，它就会产生菩提了。所以菩提心就是要在清净之中产生，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妄念的时候，你的菩提心就会产生。啊，所以，呃，我们讲这是三季求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 所以回到我们节目现场，我是郑丽文。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读《金刚经》，请到陈晴富佛学呃禅学老师哦。那么跟我们讲到第十八分，刚刚讲到最后这句很有名的话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。”不要有所执着。所以这个心是时时刻刻一直在延续下去的。对，这个我们一般呃凡夫众生的心念呢，就是说他是念念。 变迁念念不住啊、嗯，嗯嗯、所以这个呃，我们讲念念不住，习习流变啊、嗯，这个心呢，所以我们不要去执着它，因为过去的事情，你现在如果呃去执着它，就是你的意识落在前一念，你可能就执着了。嗯，而而我们起的念通常都是烦恼念、啊，而不是贪嗔就是无名。所以你落在过去心你会烦恼，你落在未来心你也是烦恼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过去心。 未来心、现在心呢，都是念念不住，没有一个实心可得。嗯、所以你对于这个自己的意识，不要去执着它哈、嗯啊，我们讲这个三心不可得了哈，啊嗯、所以才会有这个呃龙树菩萨的所谓的八部中道，嗯、就是说呃我们的缘起心呢，它是不断不长啊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嗯、不有不无，嗯、这个叫做八部中道。 嗯，对，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心绪的延续，是可以从前世延续到今生，延续到来世的。 对，所以，我们呃，在藏传佛教里面常常讲“密续”嘛，哈，这个“续”就表示说我们新的一种延续，我们新世呢是不会断的，新世之流是不会断的，前世跟今生、今生跟来世呢，它是延续。但是，因为我们人呢，就是说，呃，隔了隔了一个世代以后呢，可能就已经迷了，所以不会去记得我们前世的意思。嗯 所以这些心绪的延续，从前前世来生这样子一直在轮回当中。所以我们在修佛法，要超脱轮回，就是要能够怎么讲，修这个心，对，要了解，找到你。 第呃，找到或是理解你第八第八是不是第八意识是空性这件事，对对对对你才能够不再让前面的这些心事一直延续，一直在烦恼，一直在轮回里头，一直没有办法超脱出来。这样没有错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安住。嗯、我们禅宗常中常讲这个明心见性哈、啊，然后保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明心见性，先要理解你第八意识，理解之后呢。嗯 不要去用第六意识心，而是要用第八意识心去行住坐卧。所以你如果用第八意识心去行住坐卧，哦、你对世间的事情就不会执着烦恼，因为你理解这一切都是空性的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坐禅在修的事情是事，是这件事，是这件事，是件、哦、这件事。所以你在静坐打禅坐禅、哦、很多名词哈、哦、的意思就是要刚刚陈清富老师所说的，不再用我们所习惯的第六意识这个心在想所有的事情。对，要把它去。 这个沉淀放下，然后能够进入到第七、第八意识这样。对对，啊、这个要从这个唯识学的观念来起修，就是说、哦、你要先了解整个第第六意识的运作。就第六意识，哦、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呃心所，譬如说惭愧。 啊，这个烦恼，这些心锁有大随烦恼、小随烦恼、中随烦恼，各种烦恼，嗯、这种心锁你要了解它是怎么样起来，嗯、怎么样运作，嗯、怎么样熄灭。嗯、然后第六意识你完全观清楚了这个一百种，我们讲白法明轮，哇，白白法一百种,百,百,百种这个心锁之后，嗯、然后你会了解这些心锁呢都被你平衡掉之后，你进入到第七意识，嗯、知道所有东西都是第七意识在背后运作。 就有一个我执，哦哦、当你把我执也平等掉，就是说你就会呃，就是会有平等心，就是不会有分别心了。因为我执就是一种完全以我为主嘛，平等心出来以后就灭除了分别。哦、所以就是为什么平等是舍的意思，是,是對,对对，平等舍。哦、然后你就呃，就是七，我们在打残七，就是把这个第七意识打掉。 哦，长期的七是这个意思、啊、对对对是把第七意思打掉。哦、我还以为是七天还是什么。一般人都以为是七天。哦、然后把这个七、啊哦、第七，我只是打掉以后，然后进入到第八世，这个就是明心见性。禅宗要的东西是这个。哦。所以当你进入第八世安住以后，你在轮回之中，你就不会受到第六意识的业力牵制。嗯。对。所以你才能够超越轮回超越轮回。对、哦。这是修佛，就是说你你人生。 不要痛苦，你要超越，就是要超脱轮回。那你这些修佛法跟实际的用这种打禅坐禅方法去修心的方法，都是在帮助你做这件事。是是哦，对哦，所以这个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、哦、難怪一个观念。 难怪我们常听到这句话被 q 出来，哦对对，被引用出来哦是是，但是要理解他的意思并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你看刚刚我们讲的，你不讲我们也不知道说坐禅是在做什么，观呼吸，我们只知道观呼吸。哦，所以说其实是要一个修心的一个过程，是，然后一个阶段很不容易耶，因为你看你每次静静的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其实很难控制你的脑袋胡思乱想，哎，对，那只是第六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在作祟，这样子啊。 哦，好，那我们就要进入第十九分喽。是哦，好，那第十九分呢，叫做。 所以，等一下，回过头来，我再再最后一次请老师总结一下第十八分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，我们从刚刚十七分的这个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修哈，嗯、呃，放下法执，进入十八分一体同观分，讲到，因为刚刚讲到又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然后刚刚讲到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再讲一次。所以这个分的宗旨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 刚才讲到就是菩萨哈、啊，他这个修行第一个能够得到这个法生成就嘛哈，啊、嗯，接着呢他能够成熟众生，接着是庄严佛土嘛，对，最后呢<是>他就是要像佛一样能够知见圆明，啊，要然后能够像这个他除了具有肉眼、嗯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啊，菩萨都具足了法眼，嗯、最后要像佛眼一样就是。 到最后是成佛，嗯，之后呢，他也能够自见原名了之所有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哦，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到了佛的境界了。对对。啊、哦，佛的视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<是>跟菩萨也是不一样的。是是是。是是是哦、所以龙树菩萨有提出一个这样的理论，就是八部中道的理论。哦，<对>好。那第十九届就叫做法界，通化分龙。嗯。 什么意思？法界就是我们常常讲有十法界了哈。十法界呢，就是从这个物理学来讲，就是有十个相度，有十个维度啊。十法界的众生有十个维度，譬如说我们讲六道众生啊，有六个维度嘛，六法界是。然后声闻缘觉菩萨啊，然后到佛，总共还有四法界，所以每一法界的相度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进不了天人的世界。 哦，对，因为它是在不同的维度里面，不同的维度里。那在佛法里面讲有十法界，哦，<对>那通话是什么意思？通话就是在十法界里面你都可以通话，你都可以去化，就化就是度化他们。对于十法界的众生、哦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佛的境界，对，对就是佛的境界。告诉你另外一个，告诉你佛的境界就是在所有的法界都能通话。是啊，哦、对。所以经文是这样讲的哈，须菩提与，于意云何？ 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，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。哦，对，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哈。<对>佛陀也多次这个举例哈，来较量这个福德哈，嗯、就说你用很多很多的七宝，嗯、甚至于用用这个自己的生命啊去布施，嗯、那这个。 福德多嘛，哈，但当然这个从一般世间人来看，他的福德是很多的。嗯，那他就继续讲说，须菩提，若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，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嗯，什么？就是福德呢？就是若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福德福德多，因为福德本来就是没有实性的。 啊、哦，所以我前面一直告诉我们，不要有这个得福的很多的这种观念嘛，哈、嗯<哼>，因为你那个福德呢，还不如你读《金刚经》四句，嗯、对不对？他的功德反而更大。<是>因为呃，我们最近在行政院常常提到功德了哈，要做功德了哈，<laughs> 其实就是说这个功德呢，就是。 你要理解波若空性，嗯、这才是真正的功德，嗯、而不是说你去布施多少。<laughs> 这里有讲嘛，你布施再多都没有福德嘛，啊、嗯哦，福德虽然很多，但是它实性上是空的，所以不要去执着这个东西。哦、对，所以他说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嘛，哈、哦，嗯、所以它是它是没有实性的。以福德无，你看福德是空的嘛，所以他会告诉你。 得福德多，其实多跟少呢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，在究竟上来说。哦，所以以福德无故，不是无故，是以福德无对的原因。对因、哦、对,对，因为他没有，对对对，对哦、所以他说很多。那为什么这个叫做法界通话分呢？这跟前面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这个呃，前面讲就是说哈、哦，我们呃一般就是会还是会执着于这个。 呃，所有的这个福德嘛，哈，嗯、那因为你要了解这个空性的道理哈，嗯、所以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福德，嗯、就是无助行施的人，他才能够在法界通话。我们时间到了，谢谢大家，下回见，谢谢。